过把瘾，炫美青春，大学生京剧戏迷秀。程程、郭瑶瑶、杨少鹏、张馨月，强强坐镇，热爱与执着飞扬，青春与传统碰撞，时尚与经典融合，激情与梦想绽放。60多所高校，北京交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河南大学，400多名天之骄子，高分子科学雪啥也是，力资源在这方舞台，展示属于大学生的京剧魅力。争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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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忍不了了。怎么了？我要揍你！就是没学花脸之前还有点朋友，学完花脸之后没有朋友。我都想，如果将来以后我会娶了她。精彩尽在过把瘾，炫美青春，大学生京剧戏迷秀。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朋友们来到过把瘾的现场，谢谢各位。您现在看到的是炫美青春大学生京剧戏迷秀的复赛现场。今天的现场肯定竞争的非常激烈，大学生们他们要八仙过海，各显神奇。首先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乐队的各位老师，感谢他们。接下来我们要请上本场比赛的4位青年评委，掌声欢迎他们。来，王老师，哎，啊，这个往这儿一站就看出来了，这是今天我们场上的4大名旦啊，掌声欢迎，掌声。谢谢王老师啊，哎，啊，我们的主持人同行给大家说两句话啊。其实我觉得来参加过把瘾特别的开心，因为我从小就是学戏曲出身的。嗯，今天我知道都是大学生来参加比赛，所以这样一个古老的这个民族艺术，我觉得如果有大学生的加入的话，我觉得它能够焕发出年轻的朝气和力量。说得太好了。这位呢是北京京剧院的优秀青衣演员张馨月，欢迎他。大家好，我希望我们所有的选手能够保持一颗这个冷静平和的心去对待今天的演出，我觉得不能说成是比赛，真的就是在舞台上的一种展示，希望大家取得好的成绩。好，谢谢，谢谢张馨月。这位呢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优秀老旦演员郭瑶瑶，欢迎。大家好。嗯，很高兴今天能来参加这个大学生的这次演出啊。馨月刚才说演出，那么我觉得弘扬京剧呢，不但要靠我们这些专业的演员，也要靠这些充满活力的大学生们，为我们这个传统艺术注入更新鲜的力量。谢谢。好，这位年轻的帅哥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优秀杨派老生演员杨少鹏，欢迎。大家好，我想预祝今天所有来演出的大学生们，你们放松心态，预祝你们取得好的成绩。感谢四位年轻的评委，有请他们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所有的大学生选手们进行点评和打分。有请你们入座。好，谢谢王老师。复赛规则：选手逐一上场演唱，演唱完毕由评委点评，宣布选手晋级、待定或者淘汰。获得待定的选手有120秒的自救机会。首先上场的是1号选手，有请。大家好，我叫徐梦然，我来自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学习的是工业工程专业。我是从6岁起就在东城区少年宫跟随张雪平老师学习京剧，一直坚持到现在，所以开玩笑一点说，我也是一个老戏迷了。然后我非常开心能够参加咱们这一次比赛，
我觉得是对我一次很大的锻炼。我最崇拜的当然是张派的创始人张君秋大师，现在我最崇拜的是薛亚平老师。我只要是听到薛老师的唱段，我就会特别特别的激动，然后希望能有一天能够得到薛老师的指导。我是来自北理工的徐梦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谢谢。
徐梦然呢，来自理工大学，学什么专业？工业工程专业。哎，学理科的啊。听说你是个获奖专业户啊。哦，没有。都获了哪些奖？参加过咱们这个北京电视台国粹生肖获四段。啊。然后参加过。论段里跟那个武打一样的，嗯。参加过那个国西杯学生的比赛，获二等奖。啊，二等奖。哎，获了不少奖。今天演唱的感觉发挥如何？我感觉还是有一点紧张。有点紧张哈、啊，来，听听点评吧。来，新月。我觉得他的声音条件非常好，而且我觉得他是这个学派别里头，但是他一张嘴，大家都能感觉到这个张派。他是张派。哎，张派这个韵味比较足。但是有一点不足，你到阿音高音区跟你低音区的位置是不统一的，是，而且变换的比较严重。就是我们都会有，我们所有的演唱的演员都会有一个就是换音区，那么这个换音区我们要尽量的就躲避它，或者尽量让它感觉不是很明显。他们专业的是无缝对接。对，就是你的换音区让我觉得稍微明显了一点，而且你把它夸张化，夸张了，但是其余的我都觉得非常好了。谢谢张老师。来，少鹏。应该有老师吗？哎，啊，我是跟随张雪萍老师学习。啊，听就能肯定是老师教的。这个咱们京剧啊，特别注重这个口传心授。当然了，咱们大学生们想和专业老师学习呢，是有一定的困难的。但是如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又自己很喜欢京剧，我希望大家还是要找一些专业的老师来学习，这样会对你们学习京剧呢更有更大的帮助。好，有请四位派一位代表宣布结果。观众已经鼓掌了。他们说你才艺特好是吗？准备的什么才艺？我唱一首歌。唱一首歌啊？那我们先听歌。我们先听一下，听一下。好，好，我们一起来听徐梦然唱首歌。唱歌和唱戏有一个共同特点，台上很松弛。哎，他感觉虽然站着不怎么动，但是他内心里头和脸上的感觉很自然。啊，来，新月。他，我觉得他给人一种很踏实、很诚恳的这种感觉。不是诚心在表演。对，我们四个一致的决定是晋级。好，谢谢祝贺，祝贺梦然。谢谢赵老师。我认为今天发挥还可以，但是还是略有些紧张。我一定会更加努力，谢谢大家。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选手。大家好，我叫赵杰，来自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我的专业是音乐学专业。这次能进复赛真的很幸运，觉得自己，因为来之后突然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我觉得突然其他选手就唱得挺好的，特别好，而且我学的时间短，又觉得自己唱的不行，既然来了，就是想取得一个好成绩，想对自己的努力有个答案吧。
说我是亲戚，我是家人，我特别亲戚还要亲，爹爹和奶奶齐声欢呼，这里的奥妙啊，不一能看出几分，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不亮的心。赵杰呢，今天还是彩唱，扮上铁梅的这个扮相啊。这个李铁梅呢，大家都熟悉，是《红灯记》当中的一个角色。彩唱这么短的一个唱段，一分多钟才来参加比赛，你认为沾光吗？我觉得只要唱得好了，不在长短。你瞧，有信心哈。哎，你认为你的优势是什么？我觉得我长得像李铁梅。他们都说我长得像李铁梅。那天我好像在那站着，一个姑娘就问我，哎，这姑娘我见过，我们今天特别熟，这哪见过？我说我不知道呀。他说哦，像李铁梅。有人说你长得像当年刘长宇老师在电影里演的那个李铁梅，是吗？是啊。来，像不像的话张馨月来说。我想问你一句，你平时唱歌吗？唱。平时唱歌比唱戏多吧？对。不巧被你听出来了。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是相通的，但有些东西很难掰过来，就是这个唱歌的这个它的发声的位置，嗯，跟咱们唱戏的位置还是截然不同。我觉得可能你的声音，其实你的表演啊什么都觉得挺喜庆，你的年龄感把握的也非常好，但是就觉得从声腔上来说，从你的声音上来说，我觉得好像能够再往京剧贴一点，我觉得会更好一点。他说的是你演唱的很像交响乐《红灯记》当中的。我想说的一个问题是在哪儿？就是说，我是觉得，就戏曲演员，我们都说一定要有心板，就所有的板要在心里，不要在身上。就你在一直唱戏的过程当中，我想跟你提个小意见，就你身上的很多机关都在打板儿。我家的表叔说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都说是你上，我其实，但我是有一点夸张了哈。但是我就想跟你说，就你身体上的手、肩膀、腿，你都在跟着他打板儿，就会觉得你这一段唱的特别毛躁，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要把板缩在心里边，啊，好吧，谢谢哈。谢了。不管他们说什么，我告诉你，今天你站在这儿你就赢了。嗯，没错，先掌声鼓励鼓励赵杰啊。要让黄梅说话，宣布结果吧。宣布结果，那我们考虑一下，好吧？因为你们家媳妇儿也演过铁梅，我看过。哎，好，那希望你以后呢继续努力，然后呢把这个京剧的味道再加重一些，好吧？继续努力。太紧张了，刚才都唱的一点都不理想。这不管怎么样，这也是对锻炼我这个平台嘛，不然我以前也就觉得就有点自信了这样。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选手上场。旁朋友问服务，却
少过青天，举止下海的定量之一根，那一场多的是天不老，他本是我国中上欺天子下压臣，谋朝篡位卖了国的奸臣，他名叫严嵩，我本当上殿走一奔，怎奈我官卑职小，怎能参大臣把办法，斩人我的心头恨，平息太这个薛少卿呢，家是吉林的，现在在沈阳上学，对，就沈阳师范大学。听说呢，你不仅唱得不错，而且你经常拉琴，是二胡、京胡都会。不敢多说，二胡专业的，这京胡是喜欢爱好。喜欢啊，这个听说你拉京胡和拉二胡之间还找出了好多规律，有什么区别？刚开始我从小是学习二胡艺术的，嗯，但是呢觉得京胡啊板胡啊高胡啊都可以去，都两根弦嘛，啊对啊，都得去学习学习，但是呢自己摸索摸索去拉一些京胡的东西呢，好多京剧圈里的朋友们告诉我你不是那么回事，好，哎，我就觉得特别委屈，我说为什么，我很努力，我模仿的很像啊，嗯，人说你不是这里面的事儿，为什么，为什么好多东西唱段你不会，唱词你不会，包括拖腔怎么伴奏你根本都不了解，所以怎么办呢，我就特意的到处去找京胡老师去学习，后来我的父母知道了以后，怕我到时候把二胡的东西再给耽误了，嗯，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搞民乐的，好啊，所以说呢，我到了沈阳音乐学院附中学习二胡艺术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几个人呢组织大锣小锣闹钹加个板鼓啊，都是我们自己花钱买，嗯，组成了一个京剧小的协会，嘿，演出，学校们也是大力支持，父母啊也通过这件事情非常支持我，哦，这次也都陪同过来了，是吗？啊，在第二现场呢，哎，那掌声感谢你的父母啊，从不支持到支持。哎，听一听专家的点评，来，四位。这位是我东北老乡哈。哎呀妈呀，都不紧呗。咱都是一家的。一家的，我是沈阳的，然后刚才你是在沈阳师范大学，你刚才相声说的也不错，也适合唱二人转。但是我就不让你晋级，我就想听你拉段二胡。准备了。来来来，才艺展示。这有没有？赵老师，啊，看东北那边出人才吧？哎呀妈呀，可了不得了，可了不得了！我也是东北的，啊，真的啊！我们三个加起来是东北人大聚会呗？可以聊吗？可以聊。我告诉你啊，啊，刚才让你拉二胡绝对不是待定，是因为我们真的想听听专业的，
我们二胡是什么，是一个真的一个什么什么状态、二胡拉得好，戏唱的也不错，非常非常棒，我太喜欢你了。所以我们最后结果其实非常明显，我们结果就是晋级、好，祝贺。我紧张，我都冒汗了，特别紧张。我当初啊，以为老师说那个，我们现在不是给你待定，也不是什么，你就现在，我心里都太紧张了，我心完了，这下子也就二胡给大家展示展示吧，也不敢说怎么样，给大家听一听吧。哎，没想到，那老师当初的意见就是已经给晋级了。我跟我老爸20多年还没拥抱过呢。我是来自南京师范大学中轨学院的吴卫林，我现在是一名大二的学生，马上升大三，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所有的同学基本上都知道咱们南京师范大学中轨学院有我这么一个喜欢戏曲的人。戏曲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必须是舞台上多锻炼你才能得到进步，为了自己的一个追求嘛，非常喜欢，希望能在喜欢的东西上，希望能更进一步吧。刚才呢是来自南京的吴瑞林为大家带来的唱段，瑞林唱的是男旦哈。对，我是今天上场的，应该是62位同胞们中的第一位上场的男旦。对，好，掌声送给男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个听说你有一个绝招，说是能把这个戏曲普及啊，用一种方法让更多的人喜欢戏，什么招？我呢有一个特点，我是因为在学校，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我每天都会练这个。我们学校宿舍楼是一幢一幢的，中间有一个过道，我每天都在那边练。
然后每天晚上就要一唱，一句话一唱，基本上所有的两边我一抬头都是人，所以说，而且偶尔会有同学会下来问我一些知识，我觉得吧，就是从这一方面，我觉得还是为京剧的咱们的普及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吧。听明白了哈，普及的方法就是站在两幢楼中间里头自己唱，这第一需要有胆量，第二唱的得悦耳，第三呢，我认为得选择时候。其实呢，这个唱戏是个好事儿，但是一定要选择，不能扰民啊。好，行，谢谢老师。来，有请。所以我能先说吗？那个，我觉得小伙子你长得特别漂亮。啊，似曾看到了我年轻时候状态。多谢夸奖。我觉得真的是他帅气，他年轻的时候。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大小伙子呢，我一直在跟几位老师说哈，就是我其实特别不赞同男旦。啊，因为我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哈，特别像你这么这个漂亮一小伙子学男旦哈，有没有这个很多男生看你在这个校园里唧唧歪歪的这么比划的这种，就是人家会觉得你这个男孩就是。一大小伙子天天的女人女气的，不是这种说法。这个程老师，程老师，您先把这唧唧歪歪给我说明白一下。为什么像京剧就唧唧歪歪的呢？我的意思是这样，我解释一下，我就是唱梅菜，我的师傅就是男的。我解释一下。啊，就是说你听我说两句啊。这个程程刚才说的那件事情啊，其实呢他自己心里最有底啊。梅上成群啊，代表人物创建流派的人物都是男旦啊，而且程程喜欢的是河北梆子啊，河北梆子当中即便就是生行，你听着也有男旦的这个感觉。对对对，他这个真假声来回的切换，你知道哦，那就等于实际上学生觉得你唱男旦没有其他的什么反对是吧？嗯，基本上没有。哎，那我给你提个意见好吧？行。啊，因为我学生行的嘛，就一开始你往台上一站，过门一响，你的眼睛突然就大瞪起来了，你知道吗？我以为你是唱小声的，然后你张嘴呜，然后又是一个，然后又是一个男旦，然后又是一个程派青衣，然后可是你的身段始终就是男旦的这种身段青衣不够，你是就是有点是小声的这种身段，然后呢声音又是旦角的声音，就我觉得这玩意儿打架乖啊。我是觉得吧，因为今天是清唱啊，我在台上因为没有彩唱啊，就是所有可能感觉如果太这样，哎，你给我摆个男旦动作我看看，因为我特别想象不到一个大男生摆出男旦动作会什么样子。你瞧瞧，哎呦，再换一个，再来一个，来一个啊，哎呦。你知足了吗？我知足了，班长。就不能听他的，为什么知道吗？我了解一下，了解一下啊。为什么知道吗？因为他嫉妒你，因为你比他长得精神。哎，我年轻人长得挺漂亮的。行了，谁说？行了，你们四位评委商量结果，宣布。哎，我刚才听到后头的观众说，还用商量吗？啊，不用商量。啊？谁说的？啊？大家说怎么样？那我来宣布吧。来。所以恭喜你。谢谢。非常感谢。晋级。哈哈哈！好，吴若琳，说吧，说吧。真没想到，我刚才上场还说，咱们明天可能就见不着了。非常开心，真的非常开心。我觉得这次机会非常的难得。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选手。
下巴，到日今今日双四方扰扰恨草儿草断国阵江湖他们都把一方怎奈我徐州城讨他几呀恨前头的人马，那是贱民守在阳。在南昌念书，在江西读书，啊，学的什么专业？土木工程专业，混凝土专业，跟这些东西打交道，是啊。平常看生活当中呢，说话底气也十足，挺阳刚的一个帅锅啊。这个为什么选帅派老生？哎呀，这个事儿啊，说来的话忒长啊。他是这么个情况，怎么情况？我父亲呢是一位业余的琴师。好，我从小呢我没听过摇篮曲，什么莫扎特呀、贝多芬都没听过。嗯，我从小是听着哪三段长大的呢？严菊鹏先生录音，严新鹏先生配像的《让徐州》。哦，然后李和曾先生录音，辛宝达先生配像的《斩黄袍》和《逍遥津》。那你都没学高派呢？这嗓来不了。然后有一次到老师家，也是很机缘巧合，因为我在跟老师学的是渔阳。学的是渔阳。然后老师有一次在家里教我们这帮师兄弟儿，一个师兄唱了一段《卧龙吊孝》。当时人也小，没有那种流派的概念，不知道什么是严派，什么是余派，不知道。但是就听这些卧龙吊孝，嘿，就这么好听啊。然后回去呢就找那种磁带啊、录音啊，然后各种听。你别说，这个严派特难唱，十分劲儿啊，他只出了三分，那七分全咽回去了，是吧？你这个能这样吗？当着大家唱一句渔阳的，我们听听，听听你本嗓怎么样？我唱一句渔阳，唱不了高派啊，唱不了渔阳嘛，是吧？来一段就是打底的戏吧，《洪阳洞为国家》。好啊，来鼓励鼓励，把这十分劲儿都出来，我听听。为国家，那何曾伴你先过？你还是唱于，你还是唱严派吧。这个我听出来了，这严派是他可能是最合适。来听听我们的老生评委的点评。多大了？十九。哦。才十九岁。十九岁，他可能显得很成熟。他还在苍
还没变过来。对，啊，可能是还没变过来。注意一点，其实我刚才我们这评委就在商议你啊，就觉得你唱的韵味挺好的，但是问题就出在你这个嗓子上。我现在最害怕的也是你这个嗓子，我怕你老这么用假声唱啊，会把你带入了一段误区。可等到你这个倒仓过去以后，再想把你拽回来，这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就希望你以后在发声上啊，再研究研究，不能说高音全变成小，全变成假声，那不对。即便是咱们唱严派，也不能全变成假声，好不好？这是我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谢谢，好吧。来听一听，结果。很为难，但是呢，我还比较欣赏你。而且严派啊，在我这个比赛当中，在我们的比赛当中，我估计也是凤毛麟角。凤毛麟角。我个人意见，我不代表评委，我看他那个背景材料上，他还能说相声。哎，要不然咱们再见。哎，两分钟我们听听他说相声说的怎么样。好，好，待定。说点什么？说一段马三立相声的挠痒。好，我们家街坊这老大爷，对，身体可好了，平时天出去遛弯去，特别喜欢干嘛？看电影，一天就到这电影院了，还放电影，坐下了，哎，这电影好看，嘿，可惜一点，皮肤病，腿上啊痒，坐那里面，周围有人不好意思挠，趁着里面黑。嘿，电影好，嘿，电影好，不解痒，不解痒，不解痒，怎么再挠，再挠？一看这指甲，血丝都出来了，还不解痒，怎么办呢？接着挠吧，接着挠。旁边一小伙子站不住了，站起来，嘿，我说三叔，您这干嘛呢？您，你看好了，我可是男的。老大爷说，年轻人，年轻人，对不住啊，对不住，对不住，我这个腿痒，腿痒，我挠挠，我挠挠。年轻人说了，您要挠，您要挠，挠您自个儿腿，你挠我腿干嘛呀？谢谢大家。来，四位评委。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来，四位评委。晋级，好，坐坐。太悬了，这个。的确，刚才因为一下午就一天就来这候场嘛，在外面一直等着在，所以嗓子一直很不在状态。评委老师点评呢也很中肯，很中肯。以后回去要的确加强对于练气这方面的努力。希望你在决赛过程中呢，希望我说呀，希望你在决赛的过程中呢取得更加好的成绩。好，加油！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选手。我叫郑小婷，来自中国药科大学，现在是2011级一名学生，开学也就大三了。接触了京剧以后，觉得京剧怎么说呢？它比地方戏更多一种大气，不愧是国粹，越听越喜欢。这次比赛嘛，其实怎么说呢，学习时间并不久，因为喜欢就是一种锻炼，然后能结识更多的戏迷票友，大家都是大学生，然后就是希望自己在复赛能发挥得好一些，给自己一个起步阶段一个不错的开始吧。
郑小婷呢，来自江苏的一所大学，叫药科大学。是的。这个大学主要是学什么？既然是药科大学，那就所有专业都是围绕着药学来展开了。那你学的是什么专业？我学的是药学，就是药学大方向下设的一个生命科学与技术基地班。哎呀妈呀，事儿大了。那你平常的话，学习药学，然后呢，跟唱戏怎么能有机的结合？哎呦，这个事儿嘛，这个主要我们学校有戏曲社啊，是不是从小喜欢京剧，上了大学以后加入了戏曲社，刚好我们戏曲社请了一个指导老师，然后他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就都走上了这条路了。我听他们说你经常到动物园去练。应该是我们在哪儿练哪里就是动物园。你们能把这个地方变成动物园，通过练声怎么练的？因为学校人比较多啦，然后我们只能去什么这些人少的地儿。人少的地儿什么多呢？动物多了是吧？都有什么动物？什么野鸭啦，天鹅啦，还有什么白鹭啦，这都我们学校可常见了。我们这样一喊，那些水里游的天上飞的就都来了，然后就跟着我们也啊啊的叫。这个练了以后就是天鹅也叫，你们也唱，你这唱他那叫，我就担心这个音调它就老不准。哎，这个嘛，这个就相应成趣嘛，是吧？哎，唱的怎么样？听我们评委的。哎，心月。但我觉得他今天没有完全放开。是，今天是挺紧张的。就觉着你不在状态里，我这是我的感觉。实际上他条件非常好，扮相也很甜美，然后身上其实也挺顺的，但是身上你的幅度也不够大。就是应该，我觉得既然是有唱载歌载舞的这种戏，你就让他尽量的幅度开一点。他现在就都比较小，从唱从表演到唱都是。而且拿着扇子，我都能感觉到你那个手哆嗦，你知道吗？而且我跟你说，海岛冰轮嘛，冰轮就是太就是月亮的意思啊。他娇羞到他连月光他都觉得晃眼，他实际上这两下他是在挡那个月光，你知道吧？这个杨贵妃那个娇羞妩媚的那个状态，其实这两下特别能够表现出来的，而你恰恰把它当成了两下以广播体操来做了啊，这就是问题。以前这样办好了演出过吗？没有，这是第一次，而且这段是专门为了这次的表现而排的。这个身段我只学了不到20天，真是难为你了，上了三次课。那我错了，我错了。我们这些来参赛的大学生呢，人家本身有自己的专业，学戏曲呢只是业余爱好，而且呢在祖国四面八方，真正找到地地道道的专业老师教是挺难的一件事。确实，应该用掌声鼓励他们这种热情。有请评委做最后的评判。来宣布结果，来，郭瑶瑶。我觉得还是这样，就说你还是第一次嘛，办上以后呢，多参加一些这种活动，然后多在舞台上表演，增加一下自己的信心。那么我们这次呢，就先谢谢你了，希望你下次再来，好吗？欢迎再来。这次呢，其实对自己的表现不是很满意，但是怎么说呢，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做一个这样的表演，还是很开心。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选手。
峰峰呢，袖珍美男子啊，这个往这一站呢，虽然年龄是22岁，看着像十几岁的小男生哈，很显年轻。听说你是地下工作者。是这样的，因为我从初中的开始，我们家有了这个戏曲频道，然后我看这个梅先生的录像《贵妃醉酒》啊，然后就开始喜欢上了梅派，喜欢上了京剧。但是呢，但是呢，因为我喜欢的是这个旦角艺术，然后因为现在呢，很多人对男孩子学旦角可能家里人不太理解，然后我也不敢跟家里人说，最后我就上那个音像店买了这个碟片，梅先生的碟片，回家去学习，趁父母不在家的时候，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才敢看京剧旦角的碟片。然后上了大学之后，才开始跟着老师，跟着学校的社团学习这个梅派，才把这秘密公开。对，然后我父母知道了我会唱京剧，还显得特别吃惊。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来听一听我们的四位评委的点评。我强烈要求程程老师点评。没词儿了，孩子挺好，听梅派专家的吧。我觉得他一上来的感觉啊，还没有张嘴，我就觉得他就挺小巧的那种感觉。袖珍嘛，哎，很秀气。哎，确实，他唱完这段给我的感觉啊，因为我是学习梅派的，而且他我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是学我的老师，那个宝九老师，连他的一举一动都非常的相似，就是模仿的很接近啊。哎，那我能引言一下吗？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嘴稍微有点歪，是因为学梅派学的，还是就因为是天生的？谁说我们学梅派嘴歪了？我就说我突然发现他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就是唱的时候，你就上去了，这是因为是专门学的呢，还是因为就是天生的呢？我实在忍不了了，我忍不了了。怎么了？我要揍你了。他师傅不是这样的。我没说他师傅是这样的。我们刚说完在学我师傅吗？哦，真的呀！你接话接的，你接话接的不是实话。我这接话接的不是实话是吧？好吧。但是因为我学习梅派这么多年，我能感觉到他学的很细致，而且特别的规矩。因为一般我们学梅派都会觉得梅派有一个烙音儿，但是这个烙音儿大家一般都过，而且是向下搭的。但实际上梅派的这个烙音应该是往起提的，所以他的劲头是完全是对的。对，他主要是他这个度。啊，这个度拿捏的拿捏的很好，哎，没错。我觉得他的舞台的气质就特别符合这个咱们梅派的这个中和之美，中正平和。哎，落落大方。而且我突然觉得，刚才我能再说两句话吗？你注意你的措辞。好，可以啊。是这样，我就觉得你今天这个分头梳的也特别好。就是你特别有那个解放。你的意思我理解啊。等着我们做这片子的时候，把这片子做成黑白的。对，你知道吗？是吧？就他在，你看这30年代的，对，梅派传人，他特别有30年代的那个名伶艺人的那个风范，那个感觉。你瞧瞧啊，所以我真的觉得，而且包括你又唱的是梅派这么一个儒雅大方的流派，然后再跟你这个特别稳的这种感觉又特别吻合，所以让我感觉到似乎有穿越感，看你的演唱。真的挺有意思的。想起了30年代的许许多多。对对对。啊我没30年代还没我呢。你可以想象，你可以想象。四位找一位代言人出来表决。我觉得大家的观点应该是一致的，晋级。祝贺洪峰。希望你在决赛当中更优秀。听到老师的点评，心里还是挺高兴的，有点小小的激动。那我希望能够在下一阶段，在决赛当中能够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感受到了大学生的朝气蓬勃，更感受到了国粹京剧的魅力。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依然有许许多多来自各高校的大学生来到我们这个绚丽的舞台，展示他们的。